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次学到师父上人讲到得佛辩才助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也是很向往能够得佛辩才，助普贤恨，而往生呢，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这是阿弥陀佛发的48大愿的加持，所以我们也遇过有同修提到感觉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好像度众生的心不强，就觉得我自己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呀，我不要再受苦就好了。那我们假如学完这一品经那铁定这样的修行人。尤其他是修念佛法门的，哪有说为了自己去极乐世界？那就跟这一品经不相应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厄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呀。那记得承德初学佛学无量寿经师长老人家就讲到了要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能把无量寿经做到100%上品上身做到90%上品众生。这样一直算下来20%下品下生我们讲学这个譬喻很重要比如说像师长这样来讲解，这个听一次，这一生就不会忘了。能不能往生呢？要看呢，有没有把无量寿经呢？落实了，而且在第24品三昧往生讲得很清楚往生这个上品、中品、下品都有同样的要求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8个字只求自己了脱，这小乘的心境而已了。所以祖师有说往生极乐世界，二乘种不生呢。你只求度自己不度众生这样的心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了。尤其我们学这一品经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尤其我们做静修捷要10万亿尘去此不远
新作新事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也是自己的心想生的。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助缘呢。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是助缘呢。啊，洪名正障自性，净土方显唯心啊。所以往生这八个字重要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强调了，无情不能修道啊，啊，情不空不能正道啊。哎，这一句对我们修行人很重要的提醒啊！啊，师长有一个墨宝，就写到啊，在六道轮回当中啊，啊，尤其是在三恶道了，那是情欲啊，控制占有。再来是情义呀，啊，那情义世间圣贤呢？好，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了解到，人都做不好啊，不可能成佛的。世间五常，五伦五常啊，仁义礼智信。这可以算是人格了。我们处事都不离啊，仁义礼智信，这个下辈子啊，这个人生不会失掉。啊，这跟佛家的五戒完全相应的。啊，十法界都有影业啊。佛法界的影业，平等心呢。所以这个经文里面 也都在指导我们要平等心啊，一个住普贤恨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个礼敬诸佛啊，平等恭敬，好，真正会修行啊，最核心的解行相应了，哎，听到礼敬诸佛，要平等恭敬了，他首先呢，就反观，哎，我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平等恭敬？哎，他开始反观了。啊，普贤行，十大愿王，师长告诉我们，师父领进门了，修行靠个人。啊，我肯不肯把它落实啊？这个善知识啊，帮不上忙了，他们也强迫不了我们了。哎，所以《弟子规》啊，也是落实普贤行啊，啊，勿产妇，勿骄贫，平等恭敬啊，啊，不能看人家的财富啊、地位啊，态度就不一样了。啊，勿厌恶，勿喜新呢、啊。随文入观呢、啊，很重要啊。礼敬诸佛啊，马上检查
对人、对事、对物，有没有平等恭敬？称赞如来，哎，马上关照。有没有人常常啊看到别人的优点？还是我们一接触人，哎，首先呢，哎，他一些不好的浮出来了，就是对人有成见呢。广修供养，我跟人一有缘，一接触，有没有念念在为他想，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广修供养跟人一接触，言谈行为，这个缘聚缘散呢，甚至于缘在聚当中，我的一个表情，我的一个言语不妥当，我能不能察觉到？哎呦，我这句话一讲，他脸色马上变了，哇，伤到他了。马上可以反观，一个表情不对了，赶快察觉到，转一转，就不会有更严重的言行啊，去伤害到人了。不能是事后才在那里，哎呀，我又错了，在境界当中啊，就有高度的反省了，所以我们看这经文里面都在教我们平等心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经文里面说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以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看，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就没有喜欢了，没有讨厌了，这个心才平等了。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开解到这一点，老人家说，喜欢是留恋娑婆。大家有没有很喜欢的事？有啊，有的人呢没喷香水受不了啊，他就有喜欢了，改天喷不上了，他那一天就浑身不自在了。这个谈到这一点，我们要效法虚云老法师啊。这个一年洗一次澡啊。身上都是油垢还有香味啊，我是说要学那个功力了啊，你们不要太激动啊，到时候家里的人都抗议了啊，这个做什么事情啊要循序渐进，不要太激动啊，要看着办啊，但是那个理我们体会到了啊，事实上呢要看客观情况啊。但是不能贪爱呀！上一节课跟大家叙述到啊，承德去百货公司啊参学啊，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算完之后啊，大家的生活有没有起变化了？每一个月有没有少花一些钱？那一笔账是。女人脖子以上啊，每天要花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我们护念自己，护念别人啊，看事情啊，入木三分啊，见微知著啊。这个家能不能兴旺，看他女主人脖子以上的状况啊，就判断得出来了。我上次讲的太激动了，忽略了《呼运群书之要》里面的一段。群书之要都有教啊。当时候商纣王
他亡国了，其实他旁边都有圣贤人。啊，箕子就看到，啊，他拿着这个象牙的筷子，箕子说：“完了，这国家要亡了。”大家想一想啊，筷子用象牙的，啊，杯子用什么？啊，你拿个象牙筷子，拿个免洗杯子吗？不可能的，啊，都是金子做的杯子了。啊，盘子呢？玉做的盘子了，不然怎么配啊？啊，用玉做的盘子盛什么菜呀？山珍海味啊。有没有可能拿着玉的盘子盛青菜豆腐啊？不可能。好，吃着山珍海味穿什么衣服啊？啊，不可能穿 T 恤的。啊，绫罗绸缎啊。好，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在什么房子底下吃啊？啊，会不会是小木屋啊？不可能，一定是大宫殿雕龙画栋。所以看一个筷子，见微知著，要多少钱呢？从哪里来啊？名脂名膏，他要那么多钱呢？老百姓就没命了，没法活了，那怎么可能不亡国呢？所以我们一个为人父母者，有攀比的心呢，你看这个家里的人有多累啊！说实在的，首先是自己累啊。啊，一攀比，一贪求，很苦。啊，诸苦皆从贪欲起啊！啊，人真的静下心来，别跟自己过不去了。本觉本有啊，真心是我们本有啊。用真心生活，身心清安自在呀！啊，一向外贪求了，就有求不得的痛苦。啊，我们善学的人呢，哎呀，所有的苦都是从求不得来的。你当下随文入观了，就怎么样？关照我还有哪些放不下的，哪些贪求的，当下就要去放它了。哇，你看配合的多好啊！哎，要放下就要配这么震撼人心的音乐。哎，这个礼乐教化还是很重要的啊！啊，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比方说，一场电影到那种情节的时候，放那种音乐，人的整个决心毅力啊就出来了。哇，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啊，这个想两次啊，就有点不妥当了。好，那
刚刚跟大家说啊，会修行的人呢，这个解行相应，随文入观。今天我们听一个道理，不马上随文入观呢，其实我们的学习心态呀，它里面就有分别执着了。听着，哦，对对对，这个我以后再来做。哎呀，这个我很难马上做到，就是这些念头一直让我们不去看清问题，不去对治习气。夏联句老就是讲，学道须是铁汉呐、啊，两字性条真干呐、啊。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哎，他真干的态度，我不再糟蹋自己了。我尊重己灵，尊重我跟弥陀一样的佛性。我要用真心了，跟真心违背的贪嗔痴慢，只要一起来，我马上阿弥陀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弘一大师在《大藏经》祖师教诲当中挑了100句啊，太不容易了。他老人家用他的高度智慧帮我们选的，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了：若失本心，即当忏悔。我们的念头啊，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跟真心不相应了，只怕觉迟，赶紧来忏悔。怎么忏悔？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就是自信啊，生生唤醒自己啊，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忏悔之法是名清凉啊！马上提起这句佛号了，回到清净心呢、身心呢、自在了，放松了，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啊！我们自己身心自在了。才能为诸宿类做不请之友啊！对吧？我们身心有很多的挂碍、执着、强求，你去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讲那个话都不柔软，因为我们自己的身心不柔软，怎么可能我们讲出来的话会柔软呢？所以佛法是内学啊，不能向外求啊，要向内观啊，往内正己才能化人啊，我身心清安了，我才知道怎么去帮孩子、帮家人解决身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感受感受啊，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黄念老说，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因为都是情见、情执在起作用了。哎，我们遇到啊这个讨厌的啊。我们就以为啊，好，这个世间我不留恋了，我要求往生了。哎，他那个讨厌的哦，境界只要转成喜欢的哦，他就开始去 happy 了。
哦，那个我们得清楚，你还有讨厌的哦，可不要误会，那个叫厌离娑婆啊。哦，你真正看懂了，你不会讨厌谁呀？啊，你会随缘消旧业，啊，善人恶人都礼敬，啊，面对恶人呢，还带一点愧疚，为什么？深信因果啊，我为什么会遇到他？欲知前世因，今生受之是啊。啊，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性殃啊！啊，随缘顺受为忍辱啊，逆来顺受。这个账啊，就还完了啊，无债一身轻了啊。哦，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经文里面都在教我们不分别，用平等心、平等真法界啊，佛法界的影业是平等心呢、人道的影业呢，五戒啊。天界呢，十善是影业，菩萨六度心是影业。所以刚刚跟大家谈到了，无情不能修道啊，我们连情义都没有，那是连五戒五常都没了。就人生保不住了，英雄所见都一样啊，大略相同。我们看杀生，不杀生，人呢、啊？不偷盗，义呀、啊；不邪淫，礼呀、啊；不饮酒，智啊；不妄语，信呢、啊？哪有这么吻合的？因为他们都入境界了嘛，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一听到，哎呀，你们修念佛法门的哦，都只是自利啊，都没有利他的心。啊，不以言废人啊，不以人废言。啊，不因言举人呢，不以人废言。啊，人家会这么说啊，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做出来，让人家感觉啊，我们比较自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尤其在家人。敦伦敬分，这个就是义所当为啊！《论语》里面一直强调，君子义以为子啊。君子处事在人，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义呀、啊，有道义，有情义，有恩义，知恩报恩。有仁义心，为人着想，有礼义，对人还是恭敬啊，还有节义，很有气节，都在义的精神里面的。啊，李炳南老师承传应祖啊，特别提醒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敬分。
所以我们念佛人呢，首先呢，要把五轮大道啊落实啊，表演出来啊，不然呢，大众啊不认可啊，我们就破坏佛门的形象了。就演持变呢、啊，代表要法供养以前，最重要是什么？自己要先做啊，要演出来啊，不然没有力道了，甚至反效果啊！啊，我们五伦关系不好好去经营啊，世间人很难接受我们。这个不是我讲的哦，啊，印光祖师说的。啊，大乘佛法是以慈悲为本。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一天，我们就要为这个世间着想啊。啊，我们要弘法利生呢、啊。印光祖师说了，家庭教育、因果教育啊。乃现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极要务啊！最着急、最迫切的什么工作啊？家庭教育、因果报应的宣扬。哦，若不从此着手，则繁琐错置，就是你所有一切做法。皆属枝末啊！我们所做的事是什么事？舍本逐末的事情啊，皆可谓为啊！啊，我们现在想一想，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啊，他没有彰显家庭教育、因果报应。结果家里出问题了，你说社会大众看了，不止不能认同，会怎么样？哎呀，这个佛不能学了，这个传统文化不能学了，那流弊就出来了。我也都劝过啊，讲课的人，希望他好好把自己的孩子教好，但是真正肯重视的也是不多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的人呢，能从自己本分做起啊，就不容易了，还是喜欢呢掌声呢、啊？赞叹呢、啊？哎，那个比较重要。这个父子有亲的天性啊，比较不重要。这跟我们成长的背景有关。我们成长的过程呢、啊，成绩啊都在比呀、啊。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动力在哪里？师长啊，讲到了，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呀、啊，啊，心大悲，名有情啊。师长有没有提到？哎，世间的人每天忙忙碌碌啊，不怕辛苦，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啊，名利呀、啊。但是我们学佛了，我们的动力不一样了。我们是大悲心啊，
为动力了。理上是这么讲哦，我们还没学佛以前的动力在哪？我们在读书期间动力在哪？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动力在哪？那我们冷静想一个问题啊，哎，我今天一学佛了，我整个翻过来了，由本来的名利的动机一下子全翻成大悲心了。诸位同修啊，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哦，我想他是再来人，他也不会这么表演。为什么？难度太高了。哦，他这么一表演呢，后面的人说：“啊，算了吧，算了，只有你做得到。”铁定呢，他有一个过程的。可是啊，我们假如太激动了，就观察自己观察不清楚了。甚至会落入另外一个挑战了，叫合法掩护非法。呀，我是为众生好啊！你看我做这个都是为大众的，哦，我这样积功累德啊，我的孩子就好啦。哎，我们修行不能纸里费事啊。好，理上讲，哎呀，我做这些都是利益大众的事，所以我的孩子就会好了。小孩会好啊，万法因缘生吧，万法不会离开因缘果吧。哎，因上，你给他多积一点功德。缘上呢，缘上还有你的身教啊，还有你跟他相处当中看到一些机会教一点的言教啊，还有你的陪伴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怕呢，听经闻法出现执着点，又觉得自己特别对啊，那就万牛莫挽了，几头牛也拉我们拉不回来了。大家可要知道哦，教育孩子是有时节因缘的。当其可之谓时哦，我们接触了不少小孩啊，小孩都单纯了，说实在的，还没出社会以前呢，都算单纯了。越小啊，越单纯，越好塑造。你等到呢？你讲话他都不听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因缘就差远了。但是还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所以不能因为接触了大乘佛法，哇，然后呢，都学高了。都不在敦伦敬分当中下手了。你看印光祖师讲什么，你弘法利生不从家庭教育因果报应啊，皆属之末啊。我们冷静的观察看看，我们所接触到学佛的人可不少啊，谁烦恼轻了，谁智慧长了，谁身心越来越安定了，不多。其实人有良知的，该你尽了本分了，你一直拖拖拖啊，你心还是不安的。但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习惯又来了。这个在菩提道上，这个拖延也是我们对峙的重点了。今天我们传统文化做了一二十年了，
假如不从这个家庭教育因果报应呢，我们自身就有很多流弊会给传统文化负面的影响。出来弘法的夫妻关系很不错的，我听到的就不多。都什么？都好上台讲了，不好好好落实在夫妻关系上，落实在孩子教育上了。他比较好那个在台上的感觉。Enjoy the feeling 呢？哦，哎，没有讲错吧？哦，好，好，所以修道啊，自知者明啊，其实自知不容易的。我们其实成长过程都有习染的，看自己不从心源引微处看呢，不容易看清楚。其实我们修行啊，挺不容易的。因为老法师说40岁以上不能讲，我们得自求多福了。真为生死啊，发菩提心啊，轮回不好玩，抱着哪个习气不放啊，不承认啊，只有轮回的份啊。以身幸愿持佛名号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任何跟真心不相应的念头起来，南无阿弥陀佛。把它调伏啊，真的好好念佛啊，心比较清净了，容易关照到自己心源隐微处的贪嗔痴慢了。我们看呢，应主提醒了，真佛弟子啊。须臾伦常道理必须格外认真。敬意敬分。这个就是要敬本分敬道义。倘于伦常有缺欠便难以感化同人呢。这点出来了，我们学大乘佛法的，在自己伦常就有缺陷了，你怎么去劝世人呢？这个时代呀，阿难尊者做的7个梦，其中一个梦啊，末法时期白衣说法。我们居士在家人落实伦常本分，家庭很和乐，世间人一看很羡慕啊，这叫演迟变了、啊、你先演好了，人家就主动来交流了，请教了。我相信没有人说他喜欢夫妻吵吵闹闹，不可能的了，都希望夫妻和乐，家庭祥和啊，谁不希望啊？我们现在最缺的要把榜样做出来啊，自然众生一看到善根就起来了，想要啊效法了，这叫护佛种性啊，你透过你的敦伦敬分呢、啊，把众生的善根给带出来了，长死不绝啊！哇，我
我们看这些经句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的伦常本分中啊。所以印祖讲啊，即俗修真啊，我们世间人，我们在家居士啊，虽在世俗当中啊，修出真心来了，现居士身而说法啊，己利利人，自利利他。我们现在解决问题啊，感觉都不容易啊。为什么？从世上看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没有胜于死。尤其印祖强调啊，天下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对一个孩子来讲，首先胎教重要，三岁以前重要，三岁看八十啊。假如我们从这个最根本处下手，其实没有费很大的精力啊。我们不说别的吧，就说五十年前，那一代人少说孩子多少，五六个，多的呢十来个都有。有传统文化传承呢、每个孩子都是社会当中的中间分子，都很有贡献呢、十来个孩子呢，那怎么教好的？当然，这妈妈全职妈妈，其实啊，孩子的成就就是妈妈的成就，先生的成就就是太太的成就，一点不假啊。先生为什么能有发展，没有后顾之忧吗？所以现在的难呢、我们处理事情啊，没有从根本，没有胜于死了。没关系，我们现在认知到了，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现在对我们最重要的，从哪里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把专注力放在外面的人跟事上。一个大乘学人呢、一定要记住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在那里下功夫啊，记得心地上啊，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整个宇宙是我们的一念心变现的，整个境界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只要不回到我们这个心地上啊，只要向外觉得外面的是最重要的，就着相了。一着相就是带着烦恼的心，请问能把问题改善吗？着相了，贪、嗔、痴、慢，跟着就来了。看，面对健康的问题啊，
今天再发一段。许俊东医保健的一段话，真正拿把病治好，最重要首先是病人的心呐。其他的是一个助缘而已啊，最根本的是他的心呢。可是你看，现在一讲到健康问题啊，我们的念头首先在哪？哎呀，要吃什么啊？要用什么啊？啊，要都是这些哇！而且一想啊，就忙乎的不行了。而且还这边听听，那边听听啊。每天煮来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啊，听了一大堆。哦，而且现在的人啊，太热心了。一听到什么呢，就很热心的到处传。哎呀，要吃番薯餐啊。哎呀，我这是有时候也只能念阿弥陀佛了。大家都很热心啊，都为别人好啊。你为别人好，要有一些基本概念吧。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啊，他五行要平衡的，哪有哪一样东西一直吃吃吃会越吃越健康的？这个跟中医理论就已经不符合了吧？依法不依人啊，现在一激动起来了，哎呦，我看到好多人很有效啊，我们自己又没有判断力，一下一窝蜂就去吃啥了啊？《黄帝内经》啊，你看，光取这个名字有味道了吧，《黄帝内经》啊，所以健康最关键的点在哪？内心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这句话好重要哦。可是大家看看，一有流行性感冒啦，新冠啦，看大家的专注点在哪？莫向外求啊，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啊。我们一遇到境界哈，这句话就飘到九霄云外去了啊！所以我前两天接到一位同修啊，陈德法师啊，怎么这么多父母啊，这么执着啊，用传统话教孩子。但是他们很执着啊，毁了多少孩子啊，他用毁啊，你说他们是坏心吗？都是好心呢、啊、但是都向外没有向内。哇，教育孩子啊，只要我找到一间传统文化学校，它还不是好的传统文化学校，它是传统文化学校，我问题就解决了。向外，把根本忘了，然后孩子一间换一间呢，都体恤不到他心里的感受。所以上个月底我们有一个这个问题交流。我看到那个问题念的心都在痛啊，你看那个孩子回到家了，一提到又要回学校去的都发抖啊。佛法是内学啊，黄帝内经啊，我们佛菩萨祖师大德老祖宗呢，
真的是好话都给我们说尽了，我们得珍惜缘分呢。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福报了。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了往生极乐世界，小乘的心是往生不了的，所以念佛的人他为什么更积极的要求生极乐世界，因为他深刻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要利益众生太难了。像自己，我自己成年才学的，要对峙没有学佛以前的习气大工程。有时候去办事儿，护念人，自己习气一现前，弄巧成拙还添乱了。但是呢，这个利人的心并没有退缩。就觉得一定要往生啊，阿弥陀佛一加持啊，得佛辩才啊，助普贤恨啊，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啊。得六神通啊，再念那个四十八愿，天眼通，天耳通啊，神足通，宿命通，这个宿命通多好啊！一接触一个众生，他哪些情况，你就清楚了。你可能讲一句话，他眼泪就下来。哎呀，你怎么这么理解我啊？这个承德有几次也有见到我们弟子来见老法师第一次见一见到师父呢，话都没讲就一直一直哭那是慈悲的摄受力了我相信师父给他讲两句话了，他一定一辈子都不会忘，照着做了。所以这个真正有宿命通多好啊，讲的每一句把他过去生的善根全都带出来。那当然承德刚刚说的你往生了阿弥陀佛一加持你就有这些能力了。听完了起了一个念头，我现在不会有这个能力了。所以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师长讲了，这个善不学会了，那就善了。这个开解很重要清净心，无分别心，通达一切万法。我们虽然没有说完全契入真清净无分别，可是少分总能体会像承德，你看小时候喜欢喝汽水，是吧？你看喜欢什么东西那脑子都是这些东西要回外婆家坐在车子上待会找外公找我去买汽水你看你什么都想，都在那转那些东西了，心不清净了。遇到师父了，老法师说
为佛法、为众生啊。哎，老法师的话不怀疑啊，至诚可以感通啊。哎，那我们有一份要去利众的心，跟大众一起交流分享，当下那个念头啊，哎，没有这些世间的欲望，心呢，相对清净了。好，分享内容呢，佛菩萨加持了。所以这个自诚感动啊，是真的、啊。你真的全然是利益孩子的心，利益另一半的心，利益家人的心，会感通的、啊。啊，前几天有一个同修，啊，哎，他家里人、亲人呢，有濒临啊。生死的关头的人，哦，哎，他来找我了。啊，他希望啊，我给一些协助啊。啊，我就问他了，啊，你这个亲人认不认识我啊？他说不认识啊。哦，然后我又从他的叙述里面呢，哎，他。跟这个亲人的缘很深，这个亲人跟他讲什么？啊，他跟这个亲人讲什么？这个亲人都有听。我说你可不能呢，依赖到我身上来了，这个缘在你身上啊。你现在要全心全意就想着怎么利益他，佛菩萨会加持你，透过你去利益他。诸佛菩萨同体大悲啊，对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相啊，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结果啊，我观察这个同修接受我的话，他的气质啊都变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啊，啊，真的性为道源，功德母，信心重要啊！所以我们听师长讲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有清净心的，啊，我们可以有无分别心的，那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呢、啊。哎，在世上呢，怎么恢复呢？师长有教咯。啊，因为这里讲啊，无知才能无所不知啊，有知就有所不知了。啊，所以代表要什么？要练无知，要练无助。入空无相无愿法门，你看无相无愿，其实这个都是啊，真心呢、啊。真心是什么？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感受感受。比方说，今天你跟你的孩子讲了一番话，讲完之后呢，自己再带你想，他有没有听懂啊？他能不能接受啊？我会不会白讲啊？看，哇，说而有说啊，一大堆念头啊，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妄想那么多？做而有做，事情一做完，脑子里一直在转那些事，越转越多啊！
因为可以赚的事啊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新的事发生。是啊，老法师慈悲啊，指导我们做事的时候啊，真诚、真心去做。做完之后呢，佛号提起来，啊，行坐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啊，不令间断。哎，你就坐而无坐，不然那些东西一直在那里转呢，啊，有坐了。做完了，放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这样做啊，心啊越来越清净了。心一清净啊，事多不怕。接触家人呢，接触工作上的同仁，一讲什么话，你马上理解人家的意思，马上处理好。处事时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啊，事已过，勿留滞，事情过了过了，不要再放在心上，事未至，勿将迎，事情还没来，不要操心，哎，来了，随缘，真心应对，啊，这样处理事啊，一天可以处理很多事哦。我还处理的都很圆满啊！我们现在怕在哪？脑子里一堆事啊！别人还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都没有办法专心听他讲话，就被其他的事拉过去了。哎，对不起，你刚刚说什么？哎，这也会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得要跳出来啊！得要把老法师这么精辟的指导落实，用心如镜，镜子进来不聚，进去不留啊。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啊，我们心里想。哇，开是开示呢，化是误入，啊，化是变化，啊，我们能，啊，帮助众生呢，啊，能够觉悟到啊，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本性啊，就是明心见性啊。哎，我们能不能帮助别人呢？显示真实之际啊，净土中的祖师啊，都称大师啊。你看印光大师、偶益大师，为什么？他们是教人直接成佛啊，称为大师啊。其他宗派人生祖师啊，啊，生禅师啊，净土宗称大师哦。哦，姜卫农居士，这《金刚经》权威了。他在《金刚经》讲义的时候说啊：“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即是行深般若啊。”无意念实相，跟实相念佛没有差别，因为这一句佛号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就如《金刚经》说的“应无所住”。哎，我们念佛的时候，专注念这一句佛号，其他的妄念都没有了。应无所住，哎，自己又一生接着一生，叫俄生其心，所以持名念佛啊，
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无意念实相。所以我们能劝别人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啊，那也是在落实这句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啊，你的亲戚朋友真的老老实实一生接一生的，那真是深深唤醒自己啊。所以这一个法门不可思议啊，这一句佛号啊，是故能灭众罪啊，能消众业啊，它跟念实相一样，无意念实相啊。所以啊，超过世间诸所有法。世间跟出世间呢，都超过了。所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47品，若诸有情当作佛，这个有情众生有志向，他的志向是当生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普贤行都超了，那四处世间还有什么没有超呢？普贤菩萨他久远劫来修行，他在华严经上普贤行愿品带领大众，愿我临欲命终时，净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他累劫修行，在华严会上劝导大众求生极乐世界。我们呢？我们现在以凡夫身，只要老实正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超过世间诸所有法了。所以莲池大师有一句赞叹的话，越三起于一念呢，三起是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三大阿僧祇劫超过去了，其诸胜于片言呢，我们跟这些大菩萨平等了。重要的是老实念佛啊，直接成佛的法门。行安大师说的，暂持圣号胜于布施百年，一发大心超过修行力劫。这个法门重要的发菩提心呢，一向专念呢，一发大心呢，超过修行力劫。所以怎样利益父母、利益祖先呢？发菩提心啊，老实念佛啊，我们这一位同修，他就给他病中的亲人，那亲人都已经不省人事了，他给他念佛，帮他做30细念。过了几天了，醒过来了，昏迷不醒的人哦，就是亲人自诚心啊，帮他念佛，帮他做30细念。醒过来说啊，他看到阿弥陀佛了，你看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啊。所以我们的诚心不可思议啊，众生的善根呢也不可思议啊，
怕的是我们自己不相信自己，怕的是我们预设立场，不相信众生善根，不可思议。所以啊，受持每一句经文呢，都要有坚定的信心啊，来受持。下一句啊，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哎，我们从这一段呢，来感受感受。师长讲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要不学佛啊，这一世白过了。哦，不但是白过了，这一世还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将来还有无穷的苦报自己要承担，这多麻烦呢，多可怜呢！哎，我们听着师父这一段话，对众生的一种慈悲怜悯，有没有跟着师父这一段话起来啊？现在人没学佛啊，真的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有一次师长好像是在清华大学讲课，有一个学生呢提问，他说面对很穷困的人呢，我要提起慈悲心比较容易。哇，假如他很有钱、很有地位，这我不容易提起来。师长对着他讲了：“有钱的人更可怜了、三善道啊，消福报啊，那个在消福报过程，哇，那造的业不得了啊，三途一堕。”就是五千劫的，所以我们真领纳了师长这一段话，去体会到啊，现在的人不学佛啊，太可怜了，尽一切善巧方便呢，能够护念他们呢，学佛。在所有善巧方便当中，排第一的是什么？自己先做好，知所先后啊，不能太激动了，花很多时间呢去把佛法介绍给人家，就好像得到什么养生的好方法了啊，到处介绍给别人，人家问我们。啊，你用了没有啊？还没。哦，人家一听哦，就有点担心了。你都还没用，就介绍给我。心常啊，这个常是没有间断。地住，这个地是真实心啊，真心啊。度是帮助人觉悟那这里师长引导我们呢，心常地住度世之道，落实在哪？落实在家庭。家庭就是道场了。落实在单位、团体、企业。团体企业就是道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每个行业都可以行菩萨道。啊，我们再讲的更仔细一些一点呢，落实在呢我们每一个本分角色上。你把那个角色演好了，启发人的善根呢。我们看，
我们称结婚的女子叫太太，这个是有典故的。周朝太姜、太任、太氏三代的女圣人，造就了好几代的圣贤子弟呀、啊。所以周朝开800多年盛世啊，最大功劳啊，妈妈三胎。哎，现在真的好好当太太、当妈妈，我看这个是最大的供养。从根本上啊，解决这个世间的问题。昨天我们这个刘老师赞叹王老师的太太，哇，在厨房里面忙活的几个小时这样子下来，都没有觉得烦，这种一门深入啊，当家庭主妇啊，还做的脸上都是充满笑容啊，很有功夫啊，我假如去包个饺子啊，可能这个我站没多久啊，就已经退出江湖了。那么辛苦还干得那么欢喜啊，这个不简单。面对那么多家里的事都不烦呢、我们前面经文说，具足总持百千三昧啊。一个家庭主妇一天要面对多少人跟事跟物啊？他在这些人事物都不生烦恼，欢喜心去做。在任何境缘呢，都能自在不生烦恼，这叫三昧的功夫啊。所以家庭主妇在哪里练具足总持百千三昧啊？那当然，我不是要求诸位，家庭主妇啊，每个人的境缘不同啊，承德也有不少考题的，而且，我记得多次都跟大众讲啊，考试没有越考越简单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考试假如越考越简单，就不正常了。一定是越考越难，我们才能够历事练心啊，不断提升的。所以假如考试越来越难了，应该越考越欢喜。为什么？老天爷瞧得起我，都不考我了，就是这个帮不上忙，算了吧。所以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嘛。真的有人都不考的，为什么？他还有福报啊，他就享福而已啊。有啊，有的人一生很有福报，好像家里的事都跟他没关系。就在那享福而已了，享福没有不造业的啦，本分没有尽啊，都有责任亏失的。所以啊，家庭是道场啊，我们这个六度啊，就要用在家庭啊，普贤十愿用在家庭啊。每天布施啊，持戒啊，生活很有规范，就是持戒啊。你的孩子潜移默化就很有生活规范，忍辱啊，
面对家里这么多杂事，心都不烦躁，心平气和。啊，面对很多人事境缘啊，妈妈啊，都是逆来顺受。你的孩子铁定学到忍辱功夫，啊，精进，菜越炒越好，啊，处理事情越来越有序。哎，提醒孩子越来越善巧，哎，精进了，啊，什么境界很定，啊，不会意气用事，不会感情用事，禅定了，啊，很清楚，家庭就是道场，有智慧了。其实，在厨房里面工作啊，就是修六度了。布施啊，啊，内财外财都在里面的，啊，你在厨房里面做事也有章法，啊，不然那个厨房就会乱成一团了，啊，哎，在做饭的时候也要很有耐心啊，忍辱啊，越做越好是精进啊，所以六度万恨在哪？在厨房里面的，啊，大家听到这里，可不要要执着。厨房才是六度啊，举一反三啊，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六度。啊，开车，哎，今天带孩子去上学了，开车内财布施啊，啊，开车很守规矩啊，不乱按喇叭持戒啊，哎，开的时候遇到塞车，哎呀，塞车也没关系，都是好事，哎。你看，听净空老法师讲经，时间都没有浪费，忍住啊，啊，越开越稳。哦哦，对了，那个布施里面啊，还有无微布施哦。哎，我有遇过啊，啊，这小朋友，哎呀，我不敢坐谁开车，啊，为什么呢？那个长辈开车啊，那个。油门呢，常常踩得很大力，哦，他坐在车上就这样晃啊晃啊，最后都要吐了。哦，你看开车连踩油，这个踩刹车啊，踩油门啊，你都要替车上的人着想啊。哦，哎，你就开得很平稳了。哦，所以开车开到让人家害怕，害怕坐我们的车子啊。这都是无微不至啊！啊，开车的时候心也不会散乱，很专注开，禅定。开车的时候知道，开车就是道场，就是修行。嗯，这个人有智慧啊，他不分别，不执着啊。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啊，离世觅菩提，恰如行兔脚啊。所以家庭是道场啊，单位是道场啊，我们。大做梦中佛事的啊，兴建水月道场，哎，自利利他，随缘妙用，啊，多带一些人呢，回极乐世界，啊，所以师长讲到这一段，还特别提了。无论哪一个行业，通通是菩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是菩萨。不是说学佛一定要出家，一定要住在寺院里，这你搞错了。学佛就是学不执着，我们还要执着在一个相，执着就会
很攀缘，执着就会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